咱去食要来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亲爱的主，我很感谢你。今仔日你赏赐阮是真好的天气，要来朝见你。虽然阮拄着外口的交叉，总是主，我感谢你。你的主爱永远伫地，你要伫阮的中间，甲阮做伙。阮特别感谢主，把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来体会主你的疼，也让阮每一届伫遮的敬拜，拢拄着无同款的艰苦。有时是落雨，有时风真大，总是有时会像像今仔日同款，有淡薄仔交叉。主总是你疼阮，我将一切上好的礼物赏赐予阮，就是伫即个所在。我会当来大声来敬拜你，特别是手术馆伫遮敬拜过程中间，拢拄着平安。我的出入拢拄着主你美好引带。主，那今仔日已经是到年底十一月，总是天气会愈来愈好，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大声伫遮感谢天父的恩典，伫阮的中间，祝福阮伫这个中，伫这个年头甲年尾，互阮每一个人的生活、甲工作，拢得到主你恩典的满满。搁感谢主你的引带，互阮有正确的方向，通伫遮来敬拜你。你伫通引带阮，搁行着你所欢喜的路。主，我感谢你，即个中间，让阮伫公益行动教会有得到真侪牧长伫遮来关心牧养，特别是阮所敬听的各种牧师伫遮来带领，也让阮伫即个教会中间，让阮得到帮助，也让阮得到成长。感谢主，你的帮助，让阮伫遮的敬拜，阮的信心一日比一日更加加添。感谢主，阮伫遮每一摆行动，每一摆敬拜，拢看到你奇妙的带领。感谢主，阮，互阮伫遮渐渐来体会主你的疼甲公义。只是阮也要感谢主，你今仔日有差遣阮所敬听的单福主牧师要来敬道，但阮的礼拜要开始。求主你开阮的心灵，让阮稍等呢，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保守阮伫遮的敬拜，阮的心智无拄着试探。求主阮在座每一个兄弟的身体拢勇健，但也保佑阮伫遮年底，保佑阮所有的欠客，特别求主让阮遵照你的福音来行起。祝你所爱一切事工，让阮伫遮，毋是敢听道理，是行出道理，用基督的听，用基督的听来行动，来应答主你的恩典。那我来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咱做伙来信仰告别，请咱献开咱的酒杯，咱有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咱开大声来做伙来读，做伙来开声来读。万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民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信心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伫个死，搁外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予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信神，站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予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我信仰的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受了来宣扬耶稣基督拯救，
最好的书架是普世的不定君在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疼和受苦来真多不同的气候外省人对上帝稳定来悔改做在下面用虔诚仁爱和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外省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分在伊的创作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了文艺科学搁追求真实的心丧失人有罪无用这个文字破坏人万米甲上帝关系所以人就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予人对罪恶中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予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以上。煞接，要来读圣经，要来圣经，请你听这书来锻炼。主，我真心疼你，真心。
下面咱要来进入讲道。咱今仔日是邀请陈福珠牧师要来讲道，伊的题目做感恩，啊，时间到的，福珠牧师。